猜你说去读书。超了，超成人了。读书不读书啊？还有读书，这不认真的吗？读书。今天带他去找一下这个中文学校啊，让他读中文。他拍给你。这是我们小区其中一所这个有华人办的这个中文学校啊。都是。布拉门。五万。哪个地方好啊？星期五。几点？几个小时？读书？几点到几点呢？我们这里上一个小时，有的，从四点半到七点，到八点半，里面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上课。哦，你们四点半到七点半。嗯，上一个小时就走，换一个，换一个小时走一个。哦，那学不一样呢。那今天你有的他今天来，有的他明天来，他那个学习的不一样了，怎么办呢？怎么会不一样的？那个成绩，一年级、二年级这个不一样嘛，是不是？哦，是是，有的现在的是四点半到五点半都是小孩的。哦。到几点？六点半、七点半是大大大大很大的学了，大一点是吧？大一点的，大一点，但是那个有时学的说话多一点，有的说话少一点嘛，那个什么，这一些说话多一点了。五万一个月是吧？嗯。啊，就学一个小时。是是。嗯，好不好啊？这里近一点呢、啊、你那里远呢、啊、那个工嘉华银行对面呢、啊、刚刚的那个你说、啊、这里近一点呢、啊、啊这里多啊那里多了有几个人呢、啊、像他们五点钟走啊这里读了哪个小孩一样的老师有中国老师吗你问他老师有中国吗柬埔寨哈啊、哦、在这里读了明天到这里读好了。我明天没事了，那你写什么呢？啊，等等等。这里近，你远。有啊，这么大了，好，这里有的。你这看那里帅哥多了，是不是？要到那里读干嘛？这里好了，这里回家，这个也是个有的阴阳吗？这里回家近一点。近一点什么阴阳？哪里一样？好走路。我看。啊，我带你去那个中国学，中国学不要钱呢。你干嘛先到那个地方读？这里不好吗？这里有大的，他说了，是一样啊。四点多是小，六点多。七点多的是大的，四点、五六点、七点，还有四五六七哦，四个班。你那里四？你那里四万吗？四万。嗯，这里好，这里不要钱，中国多，不要钱好。好了。那这个不要钱，不要钱干嘛不好？这个不要钱的不好。我问什么摸不中啊？啊？我问什么摸不中啊？他懂说柬埔寨话的，弟弟。好了，去了。这个免费学，你不要啊？你看。嗯，在这里读了，不用钱了，这里有大的。啊？
等下晚一点来。哇，这个是喷这个漆的妹妹，你看，美女的，你看，这个读还不好啊，叫你读书吧，听不懂啊。哪里小小又大的，阿根我哪里不懂，不懂我也知道你说什么，你就是要问大了小了，你就是想要大大的跟你一起读了，啊，大大的读可以上山了，小小的。小小的到你腰这里过，你不好意思了是不是？你高高的，你的一点点大是不是？不好意思是不是？我知道了，这么高啊，都说别的人一点点的矮矮的。他是什么？他是什么？这个小孩家会说什么？他说：“妹妹，我打他了。”他说：“你妹妹打他了。”你说你是男人哪里打得赢你啊，人家是女孩啊。他小了，说什么说什么，你就说一下，你刚刚说什么、啊、你刚刚说什么，你说了，你说什么、啊、你说再说一下，说一下给你读了、啊、再说一下了，什么？你跑什么？说妈妈去读书啊！好。Thank you.